今天想你就是一些举止，然后一些动作，比如说怎么递杯子，然后站姿、坐姿，以这些为主来说一下。基本的には、ここからここまで曲が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、腰から、然后腰，那个腰往上是不要就是弯。一二一二三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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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轻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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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那个烧很好，哪个好看？这样还是这样？这样。那差一点哦。汚いですよね。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手指会碰到可能客人要嘴巴要喝的地方。这是 logo， 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再来吧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，啊，需要换一下杯子。我需要换。没逗逼吗？六楼也不是说。せーの、あ、え、い、お。少しでもこの笑顔、あと音も立てないというこの2ポイントだけ今日は。していただいて、夜の営業に備えてください。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首先是保持笑容，第二就是为客人服务的时候，这个噪音不要太大，就希望大家记住这两点。はい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大家辛苦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我们也学到了很多，谢谢。我觉得日式服务还是在国际服务里面还是比较领先的，所以我觉得，从今天的培训，效果来看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。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个服务，它还是缺失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跟客人的交流啊，还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服务的流程啊，我觉得这种定期的这种服务还是蛮有必要的。